我是铁丝，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产品是 KTV， 强大的自由性跟自主性才叫新世代的点歌机。所以这次铁丝决定把 KTV 搬回家。这台 KK Pay 是新时代的点歌机，讲求整体美观，放在客厅要好看，所以外观设计很重要。第一点，要跟 KTV 一样的点歌萤幕，才会有 KTV 的 feel。这一台蕴含的所有点歌功能还有歌单功能太多了。那因为这台点歌机是串流机种，就是你直接点歌，它就直接线上就直接有音乐了。这个 QR code 就直接这样扫一下。铁丝比较喜欢用手机点歌，你好自己的歌单，只要唱歌的话就是来这边按加或按三角形，就不用另外去找歌单了，很方便。KKPad 的线上串流，这个云台啊，就是这个线上软体，这样点播，铁丝觉得超级方便的。好，介绍到这边哦。